都走了大半天了，拉丁，你不会又迷路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来过这儿，不知道为什么全都变了。拉丁，别哭了，这里的岩石风化严重，一天一个样，不认得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再试着查一查冒险笔记吧。没办法，地图在这儿空白了。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走出这片迷宫了。一二三四五，一起种植物。一二三四五，跳鼠族最酷。这有地下水源，从这里开始种吧。这肥料真臭。公主，你又在干什么？直线太无聊，这样就好看多了。脆豆豆不沿着地下水源种植，很快就会枯死的。不用你管，本公主要自己种。跳鼠族一向是统一行动的。我是公主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许干了。撑住，本公主来救你们了。水甘甜多汁，清凉解暑。太好吃了，这是什么呀？是我们跳鼠族种的脆豆的。你是跳鼠一族？当然，我还是公主呢。只要找到跳鼠一族，就能找到绿宝石了。那我们抓住它，绿宝石就到手了。你们可真幸运，要是没有本公主，别想离开这个岩石迷宫。哎呦，用不着这样感谢本公主啊。为什么不抓它？只有它能带我们出去，等离开这儿再抓。公主，等等我们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到沙漠来？我们是盗猎团711考古队。没错，我们被两只坏老虎偷袭才晕倒在沙漠的。他们还说我们是外星人，人家不过是长得特别一点嘛。队长的确长得特别丑。公主可要小心那两只老虎，听说他们想要抓跳鼠，抢走绿宝石。绿宝石就是跳鼠一族的宝贝啊，公主肯定听说过吧？什么绿宝石，听都没听过。不过不能让他们小瞧本公主，当然我还见过呢。真的吗？就在本公主的沙堡里嘛。我可以带你们去看。这方向感觉不像有出口啊。本公主从不迷路，快跟上，只要找到脆豆豆就能找到沙堡。又是那两只坏老虎。那是跳鼠一族的公主默默。糟糕，盗猎团抓了公主，我们得救她。一起上。把公主交出来，本公主不会跟你走的。看不见了。好机会。卡卡，小心啊！太厉害了，拉丁！这么大的沙尘，你怎么能看得见？因为我们骆驼一族有两层睫毛，能阻挡沙尘。你们没事吧？也
眼睛好痛啊，嘴里都是沙子。公主，他们是来抓神奇星居民的外星人，快离开他们。哼，你们果然是坏家伙。就是，人家不过是长得比较丑，你就说他们是外星人。没错，嘿嘿嘿，偷袭的机会来了。你为什么打我？打歪了。算了，就全部抓起来吧，绿宝石就快到手了。原来你们真是坏家伙。你知道的太晚了，公主。动手。谢谢仙人掌。哎呀，好痛好痛啊。别跑。他们没有子弹了，快跑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？可恶，让他们跑了。这是出发前我在飞船上随手拿的药水，试试看有什么用。哎呀，好痛啊，这石头隐形了。原来这是隐形药水。太好了，我有好办法了。哎呀，痛啊。快跑，他们快追上来了。别担心，已经甩掉他们了。刚刚的事对不起，本公主也是被他们骗了。没关系，都是盗猎团的阴谋诡计，先想办法离开这儿吧。真的看不见我。这隐形药水真好用，现在可以执行偷袭计划。一起上。哎，人呢？绿绿上，小色狼。隐身了真好藏起来，太阳这么晒，我才不去呢。队长，我在这里。在哪儿呢？我根本看不见你啊。我也看不见你啊。气死我了，算了，我自己上。队长，你在哪里？又回到起点了。你不是沙漠之舟吗？你来带路呀。我是第一次独自带路，我不行。别着急，每一条岔路都试一遍，总会找到出口的。这一次就走那边吧，快来。嘿嘿，这回还抓不住你们。空间球。哎呀，什么声音？估计是碎石掉下来吧。糟了，空间球也隐形了，这怎么找啊？哎呦没事吧，拉丁？屏幕怎么会摔跤啊？我没事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那继续走吧。空间球找到了，我还有别的招呢，你们等着。队长，你在哪儿？我好像听到了三四郎的声音。这声音是果然是你，三四郎。哎呀，药水干透了，隐形效果消失了。隐形药水？那波波和莉莉莎？没错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有本事就出来，别躲躲藏藏的。我就在你们面前，可惜你看不见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
T11小队的真正实力。队长上，怎么办？琪琪，看地上的脚印，找到了，流星锁。只要你一动，我就能发现你。哼，我还有空间球呢，看招吧。琪琪，他在那儿。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队长，快跑！你的钥匙干了，他们能看见你了。波波，三四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这都没事，运气真好啊！我可是伟大的银河大队团711小队的队长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运气。哎呀哎呀！是脆豆豆。我记得跳鼠公主说过，只要跟着吹豆豆，就能找到跳鼠沙堡。咱们走。